女星金靖在今年4月无预警宣布怀孕喜讯，并曝光另一半就是导演舒亦辰，掀起网友热议。日前，她在微博发文晒出自己身穿露肚装，在街头拍下美照。虽然已经怀孕7个多月，孕肚也明显凸起，但她的四肢依旧纤细，状态维持得相当好。金靖透露自己到现在还是会孕吐，并写到严格控糖的超绝小孕妇一枚，好美好崩溃。然而有网友质疑金靖为什么要用小孕妇形容自己，她表示自己经常在社群看到类似的标题。网友也在留言区说明，小孕妇其实是一些13、14岁的孕妇发文，自称是小孕妇还沾沾自喜，似乎带有贬义。随后金靖将贴文内容改成了一颗爱心，让不少网友认为这不就是在玩梗吗？有些网友管太多了吧，纷纷为她抱不平。